十一号五月最后一天，五月天线上演唱会晚间八点开唱。摸不到的颜色是否叫彩虹，看不到的拥抱是否叫做微风。2020疫情肆虐，与歌迷的五月之约他们没有忘记。台下没有观众，五月天更突然送给线上歌迷一颗超级大彩蛋。我们像一首最美丽的歌曲，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。好想你唱到一半，萧敬腾、李荣浩、毛不易隔空合唱，粉丝留言一片暴动，歌迷的尖叫声仿佛就在耳边。自坐在观众的视角唱歌，哦，原来看五月天的演唱会是这种感觉。整个体育场都是他们的舞台，还直接走上观众席唱歌表演。一个小时内唱了13首经典歌曲，歌迷还意犹未尽。五月天也和歌迷约定，疫情过了再见面。相信在不远的未来，我们很快很快就会相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